Hello， 我是李恩。嗨，我是 Ting。 我觉得比较深层的部分的话，其实是 P 的内心戏的部分，可能他还没有办法完全接受他喜欢女生的心情吧，然后一些社会上的一些枷锁，所以看了其实还蛮，也是蛮多感触的，就是觉得也是蛮接近我们现在真实的生活里面会出现的一些问题，只是他把它拍的比较稍微再肉欲一点。看完之后，第一个心得是觉得里面的 T 怎么这么帅，女主角也很漂亮。对，那再来的话，其实我觉得它里面讲到，T 的就是内心层面啊，其实真的是蛮多女生就是 T 的部分是蛮难去突破一些问题的，所以其实大家可以来就是慢慢看这部片，因为还蛮有趣的，就是可以呈现出 T 真的就是真实 T 里面内心的心情。基本上他出门就已经先准备好了，我看他直接是脱下裤子，他就是在那边。那可是这样就会有那样一包啊。基本上在台湾是不会出现这样子，不会，应该很少。我们身边的朋友没有这样，还是有啦。我们认识的朋友应该是没有这么高，没有那么高。对啊，会拿来助兴，但是不会拿来当主要工具吧？没有，我们没有用这个。因为现在不用这个就蛮 OK， 因为他没有交过男生啊，所以就也不需要那种大小吧。那比较符合，就是他可能平常也是你的一张都不错。哦，其实都还蛮不错的。我觉得他把两个人的曲线拍得非常的漂亮，就是虽然很多就是情爱在里面，但他们那个曲线真的都很美，就你会觉得T 很帅，然后女生很漂亮，然后身体又这么漂亮，就会想要继续看下去。对，而且那个 T 的那个还蛮粉的。哪个？就蛮 OK 的。蛮 OK 的。哎，其实他蛮尴尬，因为 T 的那边比较粉，然后那女生可能肤色比较深一点，对。对，会让我想到那个 The L World 的 Carmen 跟 Shen。嗯。很棒。没有。为什么？有吗？有吗？我是没有了，我是没有。你呢？你不好说。不好说。跟他没有。跟他没有。他是跟我没有，跟别人有。就是在你跟我自己抱在车上亲亲啦，会啦。对啊，我觉得蛮适合的，在楼梯上吧。可是我们家里没有楼梯啊，所以就是想试试看。他们感觉是在楼梯上，然后一路这样爬上去。好像蛮激情的，就是晚上回家好像可以研究。哎，你干嘛？好尴尬。他开玩笑，不要理他。